下来请收看菩提系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各位大德，我们再一起来依据世亲菩萨所著的、所解释的《发菩提心经论》，来学习发菩提心，啊，落实在菩萨行，也就是六度波罗蜜。所以，我们这个单元已经进入到《发菩提心经论》的第五品，也就是施罗波罗蜜品。施罗也就是戒的原因的音译，就是梵文的希腊。那在古代呢，因为中国没有戒这个字啊，所以呢，先用这个音译啊，施罗。那我们有这个斋戒啊，那它的意思呢又很类似我们的这个佛教的戒啊，因为在古代的这个斋戒呢，通常就是沐浴啊，就是换清净的衣服啊，那在佛教的这个戒的内容啊，那就更加的详细深入啊，所以因为中国的接受佛教的这个过程啊，那它有这个中国文化的背景啊，然后要了解到佛教的这个专有名词的真正的意涵啊，也就要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呢，所以在初期的时候呢，就会保持这个梵文这个原音啊，就用音译啊，保持它的音，所以施罗它没有我们中国字的这个施跟罗这个意思，它是只是代表一个这个音符就是一个符号，代表施罗是梵文的希腊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个音的一种发音字而已啦。所以我们在第五品里面呢，就是从六度波罗蜜的布施之后呢，就要谈到持戒所以我们来看在《发菩提心经论》里面它的内容第一句它是说什么是这个持戒所以说云何菩萨修行持戒，就第一句就是表示说什么是菩萨他要以持戒来作为修行的法门而来成就这个菩提心的呢所以第一个是等于是告诉我们这一品的内容，就是要讲的是持戒，而且是要能够成就菩提心的这样的持戒法，然后这样的持戒呢是叫做菩萨持戒是菩萨修行持戒是要有利益自己利益别人的这样的菩萨的修行持戒。所以这样子的方式是什么呢所以在经论里面就说，持戒若为自利他利及恶俱利，如是持戒则能庄严菩提之道。菩萨为欲调伏众生，令离苦恼，是故持戒。所以这一句这是前面的一段，就是在标明要发菩提心，落实在六度波罗蜜里面以这个六种的这种菩萨行来成就菩提心第一个是布施，第二个是持戒所以既然是以成就菩提心为主那这样子的一个持戒的修行呢，也是在修菩萨行，就是以修行持戒
它就是在行菩萨道，啊，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持戒啊，不只是利益自己的清净而已，而也要能够利益别人，啊，所以接着解释的就是说，我们要能够修啊菩萨行，以持戒为内涵的这样的修行法门嘛，啊，就是要能够自利，啊，还有他利，啊，那还有呢，两个都具足利益，啊，就是专门利益自己的，还有专门利益别人的，那还有呢，就是在利益自己也能够利益别人，啊，这样子兼顾的，这样子的考量来持戒呢，那就能够庄严菩提之道，啊，所以能够发菩提心来究竟圆满这个菩提心的成就的，啊，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啊，能够用自利利他还有自他两利来考量的，那这样呢也就是把我们要成就菩提心的这个过程呢，啊，就是叫做菩提之道来庄严，所以我们就了解说这个庄严呢，啊，就是用我们的行为啊做有利益的事情，那是庄严啊。所以我们说啊，佛像好庄严呐，啊，啊，这个寺院好庄严呐，啊。那现在我们知道说，庄严还可以庄严我们自己的菩提之道，也就是落实在我们的这些的行为啊，所以是庄严行。所以庄严它应该是指的菩萨道啊，就是有菩萨的行为。那在里面的内涵呢，就提到说我们持戒到底是要有什么啊，这个啊它的一个利益啊，啊，所以说菩萨为欲调伏众生令离苦恼，是故持戒，啊，所以这个部分呢就让我们知道持戒的真正的用意是什么啊，是要能够让众生调伏啊，欲调伏众生，就是让我们众生呢，啊，很多的这一些的这种蛮强的这一些的习性啊，调伏下来，就是把它安抚下来，然后呢让它能够啊远离去除苦恼，就是我们的这些的痛苦啊烦恼啊，所以从持戒就能够有这样子的利益众生的行为，啊，所以能够这样持戒就是菩萨，啊，所以为了这样子来持戒，啊，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考量呢，就跟我们一般的人啊，可能会听到说哦持戒，他就开始呢就很害怕，啊，就觉得说哦好像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啊，啊，就觉得这个持戒是啊非常的这种不自由很拘束啊，这样子的一种想法啊，而是以最终究的目的，但是持戒啊，它是让我们能够啊，就是防非止恶啊，基本上是这样。那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呢，它可能跟我们的习性啊，会有一些啊差距啦啊。那因为我们平常习惯的这些行为啊，啊，就是习性啊，啊，习惯啊。那这些呢，实际上只是我们自己本身方便，然后我们自己习惯了，那我们没有做一个善恶的评判啊。那在持戒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啊考量呢，它是能够离苦得乐的啊。也就是说，我们因为习惯而所造的这一些，其实是不善行，是恶行啊。那我们可能在我们的这种平常日用行为，那也在这样子造恶啊，我们都不知道啊。那因为我们要从我们平常的这种习性去给它做调整的时候呢，我们啊就是不习惯，所以我们会觉得啊就是有拘束。可是如果我们用这种真正啊持戒的一个目的呢，它实际上是让我们是终究是有利的，那这样子来考量的时候呢，啊，我们的那种不习惯呢，我们也要去啊，就是
要能够忍耐啊。那这样子过了这个不习惯的时间以后啊，那我们能够啊习惯持戒的时候，哎，那我们就觉得啊，这个是真正的自由了啊。那个时候呢，才是啊我们人的真正的快乐啊。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就是从这个经论里面啊看到说，持戒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了调伏众生而令离苦恼啊，而要持戒。那下面呢又为我们解释说，修持戒者啊，悉净一切身口意业，于不善行，心能舍远啊，善能呵责，恶行毁戒，于小恶中心常恐怖，是名菩萨出持戒心啊。那这个部分呢，就是要告诉我们说，那持戒的内容，持戒的内容是总括的来说了啊，因为这里面呢还没有谈到真正的这个持戒的这个项目啊，而是说总括的内容，它是以善、以清净啊来做考量的啊，所以持戒这个戒呢，它本身的意思呢，它就是有一种习惯啊，然后我们的性格啊，那也有包含是道德啊，所以这个部分呢，也就是说持戒呢是从我们啊的这种习惯，我们的性格里面呢、啊、它能够有一种啊从我们的不善而到善啊，所以一般呢就有一种道德啊，或者是能够成就我们的啊这些的行为举止啊，它能够趋向善行这样的一个意涵啊。所以说持戒就等于是说，我们是希望把我们的啊所有所做的任何的行为都能够啊去到不好的这一些的成分，而能够趋向善行啊。所以这里就讲到说，那一个要去开始修行持戒的人啊，那他要怎么样子考量呢？基本上也就是悉，就是全部的意思啊，就是要能够净化啊，清净一切身口意业，也就是我们一个人啊的一种不同的行为的啊行动，透过身体，透过我们的语言，透过我们的思想啊动机，那就是三种不同的活动的方式了啊。身体是手脚啊，整个的色身呐 啊它有明显的动作性的啊。那口就是我们的语言呐、啊，那口它的功能啊，讲话以外还有吃东西呀 啊就是我们会吃啊，还有喝啊，那讲话啊，那这个是口的这个作用啊，就是透过身口。那第三个就是意，也就是我们的啊意念，我们的心念，那包括思想啊啊，还有我们的啊心情啊动机啊啊，那这个身口意业，我们通常就是称作三业啊，就是三种透过我们的身体啊口，还有我们的这个内心，它能够做的这一些的活动啊，就叫做身口意业。那因为呢，这身口意业啊，我们一操作的时候呢，它就有一个基本的一种平量，也就是我们所做的这一些的行为活动啊，它到底是善或是不善啊。因为我们所做的动作啊啊，也许去打人呐、啊，或者是安抚别人呐、啊，啊，或者是为人家做服务啊。啊，那这个就有善恶的差别。那我们所说的话啊，是对人家啊，是能够有激发啊，就是有好的
啊这个作用啊，或者是我们所说的话啊，是造成人家的烦恼啊，他的不高兴啊，啊，那这个也是有差别。那或者是我们用口去所吃的食物啊，它是有伤害性质的啊，是众生的这些生命啊，或者是我们是啊没有伤害的这些的这种食物啊，那这个也是有差别啊。还有我们的意念所想的啊，是想的是有利益的事项，或者是啊有伤害别人的这一些的这种可能性的行为，啊，那这个也是有它的意涵，它里面的成分，啊，所以基本的戒呢，先是以善跟恶，那善呢就是对人家有利的，那恶呢是有啊这个伤害的，所以这边说，修持戒者悉尽一切身口意业，啊，那于不善行，心能舍远。也就是对于身口意三业啊，就是有不善的这一些的行为啊，那我们呢心要能够舍远啊，那这边呢它就有一个比较内外啊，跟谁在做最后的一个啊的这种啊这种最终的一个指令的。这种发挥的，就是我们的心呐、啊。也就是说，身口意三业，虽然是三种管道来做我们的这种行为活动啊，可是呢，它是最啊核心的发动指令的是我们的心。也就是说，我们要去做一件事情啊，是啊身体的这一些的劳动，那也是我们的心有想要去做这件事情。那我们的身体才会去做啊，像我们想出门呢、啊，哎，那我们脚就开始走路了，我们身体就移动了，啊，那我们去走路去哪里？那个地方是好的地方还是不好的地方？我们要去身体去那个地方做什么事情？那个事情是好事还是不好的事？啊，那心就要开始啊，能够观察，啊，所以心能够舍离。也就是说，我们身体要去做一件行动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要先做准备，去了解我们这个动作是善还是不善。那不善呢，就要去除。那去除的时候，就是说，啊，那我们事先想到是，啊，我去那个地方是不好的啦，啊，那我们要去钓鱼，啊，那是杀生呐，啊，伤害众生呐，啊，我们不去了，啊，所以我们的心。知道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行为是不好的，那我们就去除。去除的时候，这样的行为就停止了，啊，所以从心来做抉择，身体它可以不做这个伤害的不善行，啊，那口也是一样啊，啊，那口又更加的维系了，就是说我们要讲一句啊话，或是啊讲一件事情。那我们讲这个事情是会造成人家啊有这种啊内乱呐、啊，或者造成人家的啊这种啊这种啊不和啦，团体的不和啦，或者是我们讲的这个话，它是有这种恶口，就是粗话啊骂的人家啊就是受伤啊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是不是能够事先也能够知道啊？所以这样子的一种观察。它是从心开始，啊，那心开始的时候，我们所说的话啊，能够在还没有说之前，啊，就能够停止或者是修正，啊，修改，那这个呢，都是从心开始，啊，那意念的话呢，就是想的不好的事情啊，我们也能够自己知道，啊，觉察到，那就不要再想，啊，那这个呢？也就是以持戒能够从心来观察，啊，那善能赫则恶行，啊，毁尽，就是能够啊在事先能够啊停止不善行，然后呢，对于自己所做的不好的恶行，或是毁坏这个境界的
那也能够呵责，也就是我们自己啊，就是要看到这是不好的而骂自己啊，那停止我们在做的这个恶行。那这样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持戒啊。那持戒在于我们能够啊，就是防非，也就是防止我们要去做的这个不好，然后呢，停止我们现在所做的恶啊。所以这两句话呢，就是于不善行，心能舍离啊，先是防非，然后呢，能够啊，呵责恶行毁戒，也就是止恶啊。那我们在心里呢，也要能够于小罪中心常恐怖，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说啊，啊要能够啊勿以恶小而为之啦。我就是说小罪，就是这个很小的啊这个罪行啊，也许我们以为这个蚂蚁很小啊，我们就好像随便一楼就把它啊就是杀生了啦啊，或者是啊我们说一般的这个路上啊。啊，如果啊，就是有一些这种啊，这个人家的这个啊，这个走路的这种方便呐、啊，啊，那可能一个人他啊吃了香蕉就把香蕉皮一丢啊，那他是很小的一个好像行为啊啊，可是呢，那如果走路的人他一踩到这个香蕉皮就滑倒了啊，那这个呢也是一个。啊，恶行啊，所以这些呢，就是说勿以小罪啊，那而为之啊，啊，那它可能会影响的这个恶果啊，所以要心常恐怖，也就是说，不以这个啊罪它是小而为之，所以说罪它就是罪啊，不好的事情就是不做啊，那当然我们相反的，就是说。啊，勿以小善小而不为，啊，就是说我们好的事情也不要以为说，啊，它是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利益啊，所以我们就是不能分这个大小啊，就是罪，就是小罪，我们也要心常恐怖，啊，那是名菩萨出持戒心，就是初开始，我们从分辨善恶。就是能够从我们的身口意三业来衡量啊，就是有伤害的行为，从我们的身体、语言，或者是我们吃的食物啊，乃至我们心里所起的这一些的意念、思想啊，那都能够做一个比较啊概括性的这样的一个啊，能够检点自己。啊，不好的就去除，啊，所以这个是出持戒心，啊，初开始啊，做这样的检点，啊，那下面呢就告诉我们说，啊，那持戒的利益，啊，就是有自利利他，啊，那能够自他两利，所以自利来说呢，啊，这边就说修持戒故。远离一切诸恶过患，常生善处，是名自利。啊，那教化众生，令不犯恶，是名利他。以己所修，向菩提戒，化诸众生，令同己利，是名聚利。这个就是从自利，还有呢利他。还有自他两利，啊，这样子的一个考量啊，就是自利方面呢，也就是说，当我们开始能够持戒，就是去除我们这一些啊，就是伤害的行为啊，啊，那我们一般呢说的这个持戒的内容啊，一般就是从身口意三业所造的这些恶呢，我们能够啊，就是去除呢，就是以。五戒为根本的戒，啊，就是不杀生，啊，不偷盗，啊，不邪淫，或者是更亲近的不淫欲，啊，那不饮酒，啊，那这个是不恶口，
啊，就是五个根本的戒了，啊，那从这个五个根本戒来说呢，基本上它就是去除有伤害、不善的行为，啊，像杀生就是伤害众生的生命啊，啊，那乃至呢就是啊，就是能够造成众生的这些痛苦的行为也不做，啊，那不偷盗就是不逾矩啊，就是世间所有啊有主物，那没有给我们，我们就啊不拿，啊，那这样子的一个考量呢，就是我们没有去啊侵犯到这个啊这个世间的啊这个有生命的或者是有物质性的。啊，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就是等于是我们没有过患，啊，那还有不邪淫啊，或是不淫欲啊，就是能够保持清净，啊，那这样子的一个持戒，就是远离一切诸恶过患，啊，那从五戒里面呢，就是身三，就是我们这个杀生啊，还有偷盗，还有这个啊。邪淫啊，那这个是我们说的这个身体所造的啊，这个是身三。那口就是我们说的第四个啊，就是不恶口了。那因为口也可以分作啊，就是四种，就是不恶口、不两舌啊、不绮语啊。那哎，就是。口所做的这一些恶行，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也是从持戒里面呢、啊、去除这一些恶行，啊，所以远离一切诸恶过患，啊，那最主要的就是说，我们能够持戒的时候没有造恶，那事实上呢，它也有积极的行善，啊，就是没有造恶，它本身它就是在。啊，持戒就是行善，那还有积极的话呢，啊，像我们说不杀生，那它可以放生啊，啊，护生啊，那对众生的啊爱护啊关怀呀，啊，那乃至说我们对众生动物这都能够这样子的慈悲啊，那对人也能够啊更加的关怀，啊，那这个部分呢就是。从远离这个诸恶，那我们本身呢就没有跟众生结恶缘，那本身它就是有一个善的行为，啊，所以就有这样的福报，所以说常生善处，啊，所以我们从一般啊这个在家的啊这个啊五戒啊，还有呢这个八关斋戒啊，啊我们。通常都可以看到说，哦，能够持戒啊，那都可以有承受的这个福报啊，啊，我们都能够啊，就是多生呐、啊，都能够享用不尽啊。那这个部分呢，啊，就是说我们是从这个啊善的福报的这个部分来考量持戒它的一个啊它的善果，所以说。有这样子的一种利益，啊，它是对于我们持戒的人，他本身呢，能够持戒就能够得到的这种善报，啊，所以叫做自利，啊，那在从自利方面呢，又能够以持戒考量利益别人，啊，也就是说，我们自己持戒有这些的利益，啊，我们。可以啊，去除自己的这一些的恶患，那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善果啊，那也能够教化众生，令不犯恶，啊，就是也能够让众生知道说啊，那要持戒清净，他才能够啊去除他的这一些的苦恼，啊，像有的众生呢，啊，我们世间大家都希望啊求财呀，那可是。这个财从哪里来呢？为什么有的人他可以啊，好像福报很大，那有的人呢，他好像啊，能够享用的资源都不够
那就是知道说，哦，原来他是有过去跟人家结善缘那乃至他是能够持戒没有伤害众生，所以呢，他是能够长寿，那他能够这种身体少病苦所以这样子的一种了解都是能够让我们就是能够趋这个善，然后避恶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教化众生能够也不犯恶就是也能够持戒像我们能够自己从开始就是学佛开始，我们也是才知道说哦，那我们平常习惯的这个从饮食里面我们吃的这个众生的肉众生的这一些的生命好像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一些的饮食原来呢都是一个杀生的行为都是跟众生结恶缘的行为。那我们还没有了解这样子的一个道理的时候呢，我们都会觉得说，那这个好像是习惯嘛。那乃至有的会觉得说，那众生就是要给人吃的啦，那这样子的一种想法其实是错误的尤其是我们在现代里面都有这种环保的意识互生的意识那我们现在大部分有很多的这种保育。这种就是稀有的动物的这一些的这种爱护众生的这些的这种团体那我们更能够知道说这些稀有的动物要保护，那这些没有稀有的，就是比较普遍的这些动物，那它也是一个生命那我们这样同体的这种慈悲的关怀的话。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平常讲的说，这些动物就是生来给人吃的，这个是错误的观念，因为众生的生命也是宝贵的，那人能够吃的这一些的这种食物实际上是太多了，我们也可以从这种营养这些的观念来考量的话，那实际上吃。众生的这个动物的肉，它对我们的人的这一些的这种负面的这种伤害乃至是比这个植物性的还高了所以从这样子的一种我们说从持戒第一项的不杀生的这样子的一个内容我们就可以知道就是能够从我们的这种习惯性来调整，那就是调伏我们这个众生的的这种习性那能够令离苦恼也就是说那我们知道呢因为从祖师大德诸佛菩萨他们所这种证悟的这种的这种解说告诉我们这个众生他能够就是。让我们就是不杀生、不伤害的时候呢，那我们本身呢没有跟他结恶缘那这样的时候呢，我们才是能够去恶那能够向善所以这样的时候就是让我们也能够从自己的这个经验呢教化众生，令不犯恶，那这样的就是利他所以从菩萨行的这种考量。来持戒的时候呢，我们先从自己做起，然后从自己的这种利益，也能够让别人知道有这样的利益，那在自利可能还比较方便，就是我们愿意接受，那我们接受了，我们去改我们的行为，然后去持这样的戒。那我们要去利他的时候呢，就不一定这么容易了，因为别人呢，我们要劝说他，那也要让他知道说这个持戒的这种利益，那这个呢，也要有方便的善巧所以在
行菩萨道要成就菩提心的时候，啊，要特别以利他为这种菩萨行的考量啊，才是成就菩提心呢，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那我们自利很方便呢，我们就是自己做就好了，啊，可是，啊，要真正能够也做到利他这样的考量啊，这个是发菩提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呐。啊，就要表示说，那我们也愿意为众生着想，啊，那也要想办法，看要怎么样子突破，啊，所以这个部分呢，从自利到能够利他，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学习的过程啊，啊，所以这个部分也就是要培养我们行菩萨道，啊，叫怎么样子能够有一种方便善巧来啊劝。别人也能够这样子来做，啊，那这样子的一个种行为呢，它就是落实在啊这个菩萨行，成就菩提心。所以在《发菩提心经论》里面呢，啊，在自利跟利他啊，就特别的提到说，以己所修向菩提界啊，化诸众生。令同己力，是名聚力，啊，所以这个部分呢，也就是说，我们自己能够修持戒啊，啊，以己所修，啊，那要能够趋向菩提，成为我们持戒的最终究的目标，啊，所以，因为在这个持戒波罗蜜跟布施波罗蜜啊，在持戒波罗蜜里面啊，跟布施波罗蜜的比较起来呢，持戒波罗蜜呢，它要特别强调啊，就是说我们在持戒的时候啊，是以自利，它是啊为我们第一个的一个利益啦啊，因为我们持戒的时候，自己马上会觉得说哦，我们开始啊能够。观察到我们的身口意三业啊，那我们慢慢会觉得，哎，我们的身心趋于啊，慢慢的清净安定啊，啊，这个就是自己的自利。那当然，我们会生到善处啊，得到福报啊，啊，那个是我们啊，目前不啊，就是看不到的啊。可是我们现身所受到的啊的利益，应该会觉得说啊，身口意比较清净啊，安定。那这个是我们自己本身得到的利益啦，啊，那在发菩提心的这样的考量呢，特别要让我们从持戒里面呢强调这个利他，啊，因为在菩提心的考量是以一个啊利他的菩萨行为主的，所以这边就特别要强调说，啊，以我们所修的。啊，我们也要向，就是趋向这个菩提的戒，就是说我们在持戒的过程，我们一定要考量到说，我们要怎么样子也能够让众生啊知道要去持戒，啊，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持戒的内容啊，就是要把它化解到它的内容，最主要的就是不要造恶，要行善，是这样，啊，就是。从我们的习惯性的这一些啊有伤害的行为，去把它啊就是调整到能够不作恶，那进一步也能够行善，叫做持戒的精神，它的持戒的本意啊。所以从我们持戒能够自利啊，要发心能够劝众生，也要持戒。是能够利他，让别人也能够啊，由持戒得到利益，然后再进一步呢，也要让众生啊，都是同体大悲，能够啊同己力，就这样子叫做聚力啊，也就是说，所有的众生都能够知道啊，持戒能够自己自利，也要利他啊，这样的时候就是。自他两利，啊，所以在持戒里面呢，就是要特别啊，
能够从自己的这种持戒的行为，也要发展到能够劝众生持戒这个部分应该是比较跟布施比起来呢，是特别的不容易要去发展就是推己利人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那从持戒的一个最终究的一个波罗蜜的一个考量呢，也就是因持戒获得离欲乃至漏尽成最正觉，是名庄严菩提之道所以在这个持戒的地方呢也都特别提到说，我们以持戒为修行所以持戒本身就是修行，所以我们从这里面也可以多了解说修行的内容实际上也就是要落实发菩提心的这些的行为都是在修行不然我们说那这个人他去修行他要修什么呢我们修六度波罗蜜我们的修行呢就是从我们身口意三业里面要去实践这一些的内容，所以第二项的这个持戒波罗蜜也是一种修行我们能够持戒是修行那因为修行持戒呢，那我们可以得到离欲就是它的一个这个成果我们能够持戒的话，它可以得到什么样子的结果呢它是以清净为主，以就是离恶然后驱散为主。那持戒的一个结果，它就是让我们清净的时候就是远离我们心里的贪欲那所以我们之前说，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行为实际上都是习惯性那我们普通都是习惯成自然，就以为说这个就是应该这样，那实际上呢我们用善恶来考量的时候呢，我们就要从我们的这个行为要把它还原就是不清净的、不善的、有这个就是有毁坏的这些的行为就是恶行那我们就要开始把它还原，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离欲这个欲呢也就是我们的习惯性，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喜好欲呢也就是我们想要做什么，那想要做什么它大部分都是我们自己的贪嗔痴做动机的我们想贪，所以我们有这个欲望它就会驱使我们去完成我们想要的这样的一个对象，所以就有这样的行为那乃至我们说我们有嗔恨的心，我们想要排斥别人我们要造成别人的这种的这种伤害那有这样的欲望呢，那他也会有这样子的这种不善的行为产生出来，所以持戒的时候我们看到说我们所要做的事情是不善的是有伤害别人的，那我们就要从根本把那个要去就是传达贪嗔这种的欲望就去除了，所以持戒它可以去除我们这个造恶的根源，也就是欲，我们的欲望所以欲是一种动机性，是有推动性的所以持戒它可以离欲，那乃至呢漏尽，漏尽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一些贪嗔痴是我们基本的三种漏那它又称作三毒，又称作我们的根本烦恼那这边又有一个名词又称作漏，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相信我们本身的本性是清净的啦因为我们的本性它是光明的所以我们才会真的眼睛一开就能够看耳朵就是没有关闭过就可以听种种的声音鼻子也都能够嗅觉，这不是自然的
这是因为我们的心有清净的心，才能够接受外面的东西。不然，有的人如果他眼睛伤害了，他也看不到啊，他耳朵有障碍，他也听不到啊，有的嗅觉不好了，他也闻不到所以呢，我们知道说我们本性是清净的，那可是因为有我们这些贪嗔痴就是对这个外物有贪执或者是要排斥或对事物不明这些痴它就是一种漏。它就让我们本身的清净的本性呢，就看不到了，所以它就是障碍住了，所以持戒呢，它可以离欲，然后去除这一些我们的不好的行为的根源。那这些的根源再根源呢，也就是我们的贪嗔痴所以是能够达到这一些的漏尽，都全部去除了。那这样就跟我们的本心的清净就结合了啦，所以呢，能够成就最正觉，那我们的本性有这种觉察力，那乃至在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所以是名庄严菩提之道，所以这里就是把持戒道就近我们能够清净的目标那实际上呢，说我们能够漏尽就是。成就阿罗汉果，这个就是四果，就是断除我们的贪嗔痴烦恼，那我们，这个单元呢，就是介绍《发菩提心论》里面第五品的持戒波罗蜜品，那我们这个单元就先到这里做一个段落，那我们把我们学习的这一些的功德也来作为回向。也是自利他利也能够自他两利。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淮海教育基金会感恩各界护法大德及善士们的爱心护持，温暖每一个受帮助的家庭及儿童。为了回馈社会，关怀弱势族群，海涛法师慈悲置业自2008年承接淮海教育基金会以来，即积极地协助青海学生弃养学童、中辍生就学、生活及品德教育，并且不间断地从事监狱教化。济贫发放、急难救助、老弱病苦、单亲家庭、新住民和原住民家庭之关怀，以及协助未婚妈妈及未婚子女的安置等，以圆满老安少怀，并发挥佛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让社会上的弱势者也都能感受到人间处处充满慈爱与温馨。淮海教育基金会呼吁大家共同来关心社会上的弱势族群，累积福慧资粮，并祝福所有的家庭以及孩童都能在佛陀及正法的护佑下身心健康、平安吉祥。护持淮海基金会发扬佛陀大慈爱，援助弱势众族群，同离忧患常安乐。护持账号5005-9824，5005-9824，户名淮海教育基金会。念定光如来持斋除罪40劫，明净月释迦牟尼佛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9000兆倍。宜兰大悲观音道场举办梁皇宝忏孝亲报恩超度法会。恭请广护法师、湛江法师、湛同法师共同主法，日期8月9日星期一至8月12日星期四，上午8点半开始。
中峰三十系念超度法会，日期8月13日星期五上午8点半开始，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电话0398993190398993190398983198。0398993190398983198986。0398983198866。宜兰大悲观音道场，敬请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生命文化基金会自成立以来，秉持着广传佛陀三乘法的精神，致力于佛法的推广与传播，不断地制作多元的佛法节目，透过 MOD 及网络影像平台传递佛陀的教法，散播如来悲智的法音，以滋养社会大众的心灵与觉性，并增进各语系佛教之间的互动及学习，愿使正法常住人间。佛所行赞中说，佛说一切师，法师为最胜，人思行才师，行法师者难。敬请各界大德发心护持电视弘法基金，一同成就广传佛陀三乘法的慈悲大愿，以让更多人能够得闻佛法，一起走向菩提之路。感恩您的共襄盛举，您的发心护持必定功不唐捐，聚沙成塔，福慧圆满。户名财团法人生命传播文化置业基金会，台湾邮政划拨账号19965232，19965232，银行网络转账，银行代号005土地银行，转账账号012001197388，012001197388，转账后请将个人账号后五码、收据、开立姓名、联络电话、地址传真至总管理处03989-8787，或 email lifetv.net@msa.hinet.net。服务电话03989-9319，03989-9319。
智慧之光，打起佛法桥梁，生命电视用爱创造新世界，生命电视用爱创造新世界。